你知唔知道警方要我哋去边就去边，入黑房就入黑房，除衫就除衫啊？你知唔知道我哋有人被速龙用棍打到呢一刻都要复诊啊？你知唔知道新屋岭个手伤室系全黑噶？你知唔知道唔止我一个遭受警方性暴力啊？其他被捕人士是曾经遭受不止一名警员不分性别性侵及虐待。你知唔知道我哋俾人打嗰阵时，港铁职员望住我哋都视而不见啊？你知唔知道我哋喺拘留过程当中系肉锤砧板上任人鱼肉啊？大家可能唔明白点解我要三番四次企出嚟，原因系我件衫度写咗出嚟。我生长喺一个家暴嘅家庭，我冇屋企人，我只有一个屋企，就系香港入边嘅中大。我欣赏中大，因为呢度嘅环境，呢度嘅人民精神，同时喺社会运动发挥一定嘅力量。我希望呢一个屋企可以俾到关怀我哋呢批被捕人士，可以真真切切咁样去担心我哋，顾虑我哋嘅安全。当我哋俾人打、俾人侵受性暴力嘅时候，你第一句系可以关心我哋先，而唔系谴责我哋爆咗块玻璃。校长，严格嚟讲，以下落嚟唔系一条问题，而系一个请求。校长，我理解你要顾及学校唔同嘅 parties 嘅意见，再取平衡。校长，我愿意鼓起勇气除低呢个口罩，请问你愿唔愿意同我一起鼓起勇气同学生同行，谴责警方对被捕人士包括中大嘅学生施暴？